袁公子啊，这回你可是功不可没呀！只是云公子啊，这么处理好吗？万一让人知道那杀人的丛中风是你假冒，不必担心，我会让丛中风再也开不了口。是，那多谢云公子帮助。我以为这丛中风是个人物，没想到一手好牌竟然被他打成这样。你也觉得杀人的人是他？这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肯定是板上钉钉。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天明明出现两个丛中风，那个杀人的明显是假冒的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，那杀人的肯定就是丛中风。哎，就算是这次人不是他杀的，那他之前杀的人还少吗？哎，分手吧，分手吧，我没有办法跟三观不合的男人在一起。分手就分手，没有是非观的女人，我的爸妈是不会接受你的。我买的。你。小轩窗映着书院。日子里几多回望，辗转后生孤芳自赏，怎好愿意匆忙。世侧倾倒不尽无常，心底的风烟有几两，月如清霜，花灯初上，且低吟且轻唱，唱罢相逢，谁还以为寻常？唱下却声中那一位，说来惭愧，千遍万。小姑娘，你是在给这个杀人犯洗白吗？他不是杀人犯。他不是杀人犯，我是杀人犯。你是杀人犯，你全家都是杀人犯。谁全家都是杀人犯？胡说！你哪个单位的？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臭丫头片子！你哪个单位的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臭丫头片，不许欺负女孩子，下次注意啊！哎，丛中风，吃饭了啊？来，放这儿，自己吃啊。根据西素条例第481条，犯人的配餐标准不得低于一荤一素一汤。这不都有吗？你看，荤素汤全在里面了。好像是。根据西素条例第483条，不可虐待犯人。哎，你一个犯人，你嚣张什么啊？根据西素条例第471条。好，你别念了，我给你换。神经病啊！那么大力干什么？你这又准备干嘛？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添乱了好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不担心丛中风吗？不想救他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我比你更想救出风大哥，可这个时候贸然行动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那也总比你什么都不做的强。丛中风在牢里，一定吃不饱。哎，峰哥，这道菜是不是合您的胃口啊？味道还可以，但你看这个肉切得太薄了，没有口感。那下回改进，下回改进。还会受人欺凌，
生不如死。三四五六七，顺子啊！哎，我看一下啊，哎，有了，石沟裘凯剑，管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管我干嘛呀？咱俩是一徒弟呀。我有就上了呀。行。哎，丛书峰，你有吗？哎，这还打啥呀？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你怎么救？你会武功吗？现在风大哥可是重点看守对象。风大哥，你一口一个风大哥，你都为你风大哥做过些什么？我怎么没有？奶奶，要不是风大哥让我照顾你，我才懒得管你死活。嘱咐你照顾我的呀，是啊，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呀。万一他在牢里遇到了那种狱霸怎么办？你也不想看他被侮辱吧？你别老往那方面想啊。不行。裴大人，你来了，正好，这女人我说不通，非要冒着险去劫狱。裴大人，别再玩这套了。我来就是让你们去救人的。赶紧把衣服穿了，问出去。可是我们有两个人，需要两套。放心，里面还有一套呢。好嘞。你们路上可要小心哦，我会为你们加油的。加油。你哪位？你是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个跑龙套的，居然跟我南三抢戏份，杀你一万次都不解我心头之恨。可是我连名字都没有啊！这才是最可恨的呀！惭愧千篇文章都